哎，亲爱的，哎，我要下班了，咱俩晚上吃点什么呀？永俊，有个需求需要改一下。你们这个流程有点问题，上线之后用户体验度肯定不好。这什么时间改的呀？这不光我改 ，iOS， 然后 H5 小程序都得改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事的，然后明天后天的就有滑板了，哪有时间改呀？这个需求很简单，怎么实现我不管。你想管你管得了吗？你会做吗？老板让怎么改的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好，改。哎呀，兄弟，看这样，我明明设置了是五个空格，它为什么不显示？兄弟，救救命啊！搜吧。就是这个问题。喂，我那个马上看一下这个问题。是垃圾，大半夜的改东西，禽兽！走啊，英俊，吃饭去。走。中午吃啥呀？吃盖饭呀、啊，又吃盖饭啊？咋了？我靠，咱我都吃腻了，我都。便宜啊！我靠，别的二三十，这个十八，我靠，两块钱。太抠了吧！我操，出门不捡就是丢啊！这个。三哥呀、啊，那个最近想买个显卡，有啥推荐的吗？哎，我昨儿看了一个那五六千的那个，还可以，我给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多好！太便宜了，你看这个怎样？九千多，你疯了吧？哇塞，你吃饭连20块钱都不舍得花，你还买9000多显卡？点击加入购物车。我的天，简直！燃爆了！哎，下快棋啊，别墨迹，你那么菜、啊！哎呀，你可以说我菜，但你不能说我菜。回不棋啊？啥棋品啊？不！想个这个臭棋篓子，菜的一逼，还回棋，不玩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程序员平时都怎么解压的呢？用解压软件解压。哎，明俊，今儿解几个 bug 了？一个没解出来呢。真垃圾，我今儿一个 bug 都没有哎。你是程序员吗？那 bug 都没有。跟我走吧，说走咱就走啊！可以下班了。这有个需求。Hello。这个 bug 这么简单，都能整了一宿没整出来。